武林之力和灵兽的本源相通，此结界是我破解。神木斩，打击，天木刃，神木斩，
的势力，如今成为阻碍本尊计划之顽石。哈！飞剑本族，一同葬身春姿吧！光！好！哎！哎！哎！
救。生存，我们就打上神界。奎玉大人，不过在此之前，我要先灭了你这神族的走狗。魔尊大人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们在这里给我等着。等什么？演播权灵气已经完全枯竭，等到魔界变成大荒，大家坐以待毙吗？让你们等着。退下。揉这炼品。师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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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走，师姐。我们说好相守一生的，你不可以走，师姐。青叔，青叔，
师弟，师弟，你醒了。尊驾师，本座乃天帝驾下九天玄女。我师弟修吾呢？师姐在我心中同样是特别的存在。等此间事了，我会请求神界允许我留在这里陪伴师姐。我喜欢你，想成为你希望遇到的那个人。修吾剑手违律犯禁，私恋凡人，然制止乱臣，求人得人，功过皆消，其原果将重归神树。他为什么在你生命即将消亡之刻，修吾用共生之术将你救活？师弟，月清书，你助神界成奸有功，案例可赐引渡升仙。我只要修吾，他已还命于你，再难复生，缘起缘灭，何苦执念？我们说好的，无论将来如何，彼此都不分开。还望玄女大人，让我带修吾回明术门。也罢，世事造化，自有命数，但春姿剑为神界神兵，需留在神界。多谢玄女大人成全，师弟。